好，本期讲解一个2022年抖音小店私域流量引爆课，包含站外引流、站内霸榜加流量吃玩法等等。现在的话，引流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包括这一个3天完整的私域引流实操课，还有谁适合谁来学啊，这个节，然后需要准备的东西，一家抖音的小店，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详细的介绍。这是下载之后的百度网盘的教程内容，包括站外引流、抖音小店的玩法，大家看一下，坑程也是非常多，11节课，都有详细的介绍，包括为视频号的引流都有详细的介绍，还有私域引流的打爆法，这些详细的介绍。如果想要百堂教程的话，想要做抖音小店的话，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站，然后搜索标题的部分关键词，比如说抖音小店，或者是私域流量，就可以下载百堂教程了。